大半夜的，快醒醒！我知道你困，我也困，但事情就是这么残酷，又来了一波患者。什么？先传左边，再传右。你自己说。我说又来了一波患者，而且人数翻了一倍，这次不是亚硝酸盐中毒，十分钟以后就到。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，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了？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吗？ 别动！苏院长，你现在千万别动，准备晕车，送抢救室。抢救！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，现在怎么办？那么，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。你错了，你不觉得是 PK 吗？是 PK， 但不是跟人，是跟病。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。 不必认识，不必认识。苏韵，走了。小文，嘿，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，顺便再探探苏韵的技术水平怎么样。嗯。他的老师就是龚玉民，北大第一大魔。虽然是空中人脚怎么来的，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我都得小心的。 叔啊，我话就撂这儿了，必须第一个给我做手术。子啊，我立马从你们医院撤资，中了没有？